Xiamen Chang Gung 的养生护理院最大的特色就是医养结合、资源共享。我们将台湾长庚医院优良的医疗品质移植到厦门长庚医院来。到目前为止，每个月每个礼拜都固定有从台湾过来专科的医师做协作的医疗，那平均每个月大概有30到40名的专科医师。厦门长庚医院到厦门落地生根16年来，也感到大陆医疗的发展是突飞猛进。未来在科技方面，我们打算引进最先进的机器人，还有目前正在发展中的高科技的奈米手术技术。那么在医疗的领域方面呢，我们有多方面的医学中心正在筹划中，尤其是肝脏移植中心以及细胞治疗中心。那我们将会投入大量的资金继续发展。